频。他妈的，怎么会有搞不脏的鞋子？不会脏吧？买了70块就到手一双，这么便宜的鞋，穿着不会臭脚吧？你们有没有臭脚的朋友？快把它艾特出来，花钱的跟我来踩，免费的小心心点一点，打开看看，这个就是鞋子了。它鞋底的材质是香蕉，鞋面是仿皮压花皮，上面是网面，产地浙江温州，质信标准也在上面。这里建议零售价竟然是699，怎么感觉占了个大便宜呢？它真有那么不容易脏吗？那我是不是可以穿它踩泥坑了？我去准备一下，你们关注点点，咱们直接开测，直接把老臭倒上去啊，看它是不是真的不会脏。再用清水冲一下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真的没有脏啊！给里面放一张纸啊，踩一下脏水，看它会不会湿。准备了一盆水啊，往里面倒点老抽。师兄还在外面抓了一把土啊，直接踩进去。至今没事啊，咱们再用清水冲一下试试。走。基本都干净了，不过还是有一点脏东西在上面的，效果确实不错，大家按需购买。